我们买车了，在找了整整3个月车之后，今天我们终于取车了，就是这辆低顶全顺。我们准备利用6万块钱的预算，亲手打造一辆旅行露营车。其实我跟三立很早就有改造一辆 One Life 的想法了，因为我们一直想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，而且我们也都很喜欢自驾游，喜欢露营。但是今年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，很多次的旅行计划都被搁浅，那么改造露营车的计划就被提上了日程。接下来我们将记录整个改造过程，也会分享我们之前买车和选车的整个过程。本期花费车辆购买31000，世家保险1760。